好，来，我们在场各位党团的这个干部啊，都有人到场啊，包括我们王委员，还有柯总召、叶干事长啊，还有永明委员啊、周成委员都到场啊，四个党团的代表。那么这一次的党团协商啊，是我们国民党党团提出的啊，有关于啊，来，伟章，106年度的一个解冻案啊，那么就是行政院各主管机关行文立法院啊所提出安排的报告案啊，应经啊院会交付委员会使得排案审查啊，如果经由相关委员会排案审查，有严重违反这个议事规定，那么这么一个事情啊，召开这个协商，那这个缘由可能我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啊，就是大概在2个礼拜之前啊，我们有召开一次的验屋汇报，那我们也邀请各委员会啊的这个主任秘书，还有专门委员，还有我们单位的一级主管啊，那么大家在讨论啊，其中在临时动议案啊，委员会啊就提出一个问题啊，说过去啊有委员会自己啊安排解冻案，也有院会交付啊这个经过院会的报告事项交付给委员会进行解冻案啊，那到底这一次要不要一致啦啊，那我就问相关的过去我们的议事处跟法制局啊，这个一致啊应该怎么做啊，然后经过大家的讨论，觉得这个预算案已经经过三读啊，那么当然不能不会直接交给委员会，他还是要经过院会，但是院会要不要再读，要不要再读，就是要不要再到报告事项，因为我们现在有900案，那过去的就是说我们在预算案有一个党团的协商啊，就是3个月内要排案审查啊，那这3个月内要排案审查，我们如果经过这个读，经过这个报告事项交到委员会，本来那个解冻案就是在那个委员会啊，那委员会确认之后啊，他解冻了，其实也没有再回到院会二三读，所以我们要不要经过这个报告事项这个读啊，大家就做了一些讨论啦啊，觉得啊到院会，由院会的议事处，这个是必然一定要的，没有委员会直接排案啊，因为过去曾发生过委员会自己排案，那有协商说委员会不能排案啊，还是要院会，但是就是说他们到院会来之后，议事处本来哪一个委员会审查哪一个部会的预算啊，这个在二三读都已经确认了，而且三读都通过，这个解冻案授权给委员会，所以委员会才能够冻结嘛，所以经过院会的议事处，议事处就把案子直接就发配给原来的委员会啊，那就不必经过这个读啊，因为这个已经总统公布这个预算，所以这样有没有违反议事规则，那问了议事处跟法制局，他们都觉得这样没有违反议事规则，而且可以落实委员会的中心主义，就院会不要管那么多嘛，我们只是配案过去，那该报告的还是要来报告啊，那书面报告还是要列入报告事项，直接要报告，那委员会如果不同意他的冻结案，还是要继续冻结啊，因为院会已经没有权力来处理委员会的事情嘛，他解冻就解冻，他要冻结就冻结，
不是院会能够来代替委员会来处理委员会的事情，那这个不影响委员会的权利，而且也落实委员会的精神，而且也节省这个院会在那边堵的时间呐、啊，因为你排入院会只是那个堵的分配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啊，议事处跟法制局都认为这个没有违反议事规则，所以我们在做统一的一致的解释，就是所有部会还是要经过送到院会来，那院会啊，议事处在直接交配给各相关的委员会，由他们该书面报告就书面报告，该啊、经过这个专案报告也要专案来报告，还是要如实的来审查啊。那时间当然就是三个月内啊，就是要排案审查了哈，而且不限哪一个招委来排审查案啊。那当然。国民党认为这样子啊、哦，可能有违反议事规则，这个没有关系哈、哦。如果大家觉得还是要读，还是要读，我们也不反对了哈、哦。其实这个只是读而已嘛，也不反对了啊、哦。所以就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刚过年嘛哈、哦，总是都会顺大家的意见呐。好，非常谢谢院长哦，前面的说明还有最后释出的善意了哈、哦，他说会尊重大家的意见。那我这边有提供一份书面资料给各位做参考。我不晓得当时院长在主持会议的时候，是不是幕僚人员可能也没有，我也不知道。现在越来越之前了嘛，当时哦，在1994年5月4日曾经有一个朝野协商的结论，好，我现在已经提供给大家哈，那麻烦大家看一下，当时在第六届第一会期的时候，他曾经就是有出现过国防委员会，他就是直接进覆交到委员会，然后引发的争议嘛，他不经由院会直接交付，所以针对这一个事件呢，事实上在1994年5月4日下午2:30就曾经针对这样的事情召开过朝野协商，而那一次的朝野协商呢，也非常清楚的说明，就是需以后像这样的委员会的这个就是解冻案，它需由院会再次议决交付后时可审查。我想在当时的朝野协商，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是非常明确的。那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从那一次之后到目前为止，每一次的解冻案都是经由院会议决交付到委员会才可以开始审查，就是等于那次的朝野协商之后就已经定案了。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有这个相关幕僚人员呢提供的讯息可能不够准确给院长这边呢，就是其实从1994年5月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都是一定交由院会，院会在议决交付委员会来审查，这个已经是我想在座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呢都是这样子执行的，所以我想国民党团我们看到，哎，这个好像有新的决议，这跟过去的朝野协商是不吻合。那如果说刚刚院长也说，哎，这个如果愿意释出善意说，哎，大家提出这样可以恢复，就是照原来的朝野协商的决议我们来进行嘛，我想这个大概没有什么样的争议了。那因为之前其实也有做一份的这个朝野协商嘛，原则上两位招委都可以排嘛。那所以这个我想这不是大问题，我们既然已经有做过这样朝野协商结论，那按照院会的运作规则，我们就按照这样朝野协商结论来进行。谢谢。我讲一下这个问题哈。好，你先他大你先讲，我先讲。 OK， 你先讲，我总在压。OK， 因为刚刚才巡打结束，很抱歉慢到哈。今天这个题目事前我也跟秘书长到院长这边有过一些意见的交换哈，我当时我有跟你说，我们一定要在党团大会来做统一的一个立场。那党团大会开会以后，我们的
一致的看法，认为还是要把那个程序走完。哦，我甚至也请了王院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啊，这个议事的处理的这个老将呢，我也问了他的意见。他初听的时候也以为可以啊，但是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以后，还是觉得这个程序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最后党团的决议就是希望，按照过去的经验呢，我们来走程序。那么我们也不会阻挡，因为挡他没有意义的啊。啊，你都紧紧的上来，紧紧的，哎，就过去就好了。我们绝对不会阻挡。多了，都把它卡在院会。而且他这里，我们当时签的是说，在三个月之内排案审查嘛，而且两个招委都可以排嘛。这个应该时程上不会有影响啊，因为我们已经讲好，我们不阻挡，所以程序上跟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程序时程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的啊。既然我们党团有这样的决议，希望院长也尊重。这个问题要分为两个层面来谈。当然，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宪政体制的问题，宪法63条以及大法释宪391的问题，以及预算法相关的规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啊，就是说这个一个预算审两次，啊，这个实体的问题。第二个程序的问题，啊，报告总那要走什么程序，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为两个面向来谈。啊，这个大概我想。罗总统也应该也经过这段时间，哈，过去立法院坦白讲哈，那个报告后同意时的动支，这种附带条件的宪法先到这个对于预算法的讨论上面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哈，以及这个宪法63条立法院的行。审预算的这个啊权力的问题，包括大法释宪391的问题哈，行政立法总是在一个对立属于对立的状态，啊，那这个我们了解，那当然是对立啊，而且一直给他卡或这预算，一个预算审两次嘛，不管谁执政都是非常困难，啊，也就一个预算审过一次，然后再来报告同意哈，然后书面报告，起码有功能揭晓20%啊，这个来讲，那先去拜。所以呢，在过去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上面哈，曾经很严肃也正式讨论过，也发生几个案例。那之所以会发在这些事情上，当然民党在的时候也有曾经发生过。那时候是张万田这第十届的时候，哈，有发生过，他贴两个白的给哈。但是以前量体都非常小，非常少。那我现在实情呢，大家很了解。中央总预算，大家拢当立法委员，外监督监督政府，监督预算，看你人民荷包。实则大家都知道，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了，都知道这是非常 rough 的哈。那我们和美国也不一样，有所谓拨款委员会。那立完在会期内有限时间内，事实上，讲坦白啦，基本上106年度的中央总预算。乃至于这个国营事预算，以前都是前一年都审完了。以前还有预算委员会招委是在要组织前委员会再做到院长的那样席次，现在整个都改嘛。较早是前几年爱搞中央总预算审了，国营事要先来审了，但是咱去年是到最后一天国营事预算才通过，这是荒谬的地方。我们自己也要检讨，要啊立法院这样这几年来。后来演变成怎么样？因为这20年我一直在这场议上面，对吧？中央政府总预算前一年审完，国营事预算这个会期才审完。啊，民党现在执政，上个会期是最后一天才审完。这当然要检讨，大家要想这个问题啦。啊，所以从这几个面向来谈，那再谈到说，那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个事实真相，我们现在了解。去年啊。中央政府总预算报告后同意来动支是250几个案子，前年呐，104年度，那105年度是
101年吧，105年度，106年度哈，那960几，900多万，我看这个统计数据是900多万的哈。也就是说，这900几案哈，来罹患有等额一败了。曹海香在这个领域里面，过去不管王院长坐在这里，当行动都很快很快，啊不就麻烦报告同意啊。那时候是尤其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政以后，这个蔚为风潮，因为我们曹小姐大打掉一样卡掉，国民党每次都做这个没有办法，啊预算被抬的抬，啊删多少就是结束了，哎、啊、不删，然后这样来报告，然后再有的坦白讲，里面夹杂很多那其他动机。以及啊，其他动机，我不好意思讲得太清楚，啊、哦，尤其很这个这立委是不可说的秘密。那这样一搞的时候，2000以后开始蔚为风气，那我们的执政就很苦，所以那一年才有李文忠，你刚才就是你讲的案例，李文忠2006年的时候，2005那一次，他当国安委员招委，也杀了个白的爷。还有郑永杰的黑黑狗了，我有意见，啊，有意见，那这个怎么可以？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这个朝小也大，我们这个在野党势力这么庞大，怎么可以不尊重？不，我没有办法，过来协商，啊不啊协商掉，啊不好了，那按一个狗去拜，按一个狗去拜，啊，好像要处理去准耍，啊，这是那一年的，这个是朝小也大时代。好，2000以后，大家注意，我爸爸院长，我们都1993年进来，2000年以后是朝野对立最严重的时代，国民党反映政权给你民党能弄去，这还得了？所以大家嘛对立，横扁必反嘛，所以大家底连番有连门托钵了，打当官拜托了，然后就有仰赖王院长一道说，这是一个整个过程缘由的发生原因以及啊、哦、这个背景因素，那我今天从头回头过来看这个事情。我刚才讲到这个是有关宪政层次的问题，有关于程序处理的问题，这两行核心，两个都，这都是核心事项哦，啊，那我们上次为了，我们现在不论宪政层次的问题中，这个预算来附带条件再审第二次，这么核心性的问题啊，大环事件都试过了，所以过去行政部门也就常常为这个事情跟立委对峙，好，咱今麦讲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这摆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近5000个案子必须朝野协商，所以必须很有效率来解决这些问题。后来很多都被改为报告，我书面报告啊，比较一时心软就书面报告就好了。啊，无就是哎，报告同意啊，后来报告三个不同选项，也有啊是做到院会报告，也有到委员会报告，能那。我把它讲完好不好？你这样，哎、欸，我不讲，我听你们能造谣，拜托拜托，听好了，听好了，拜托拜托。因为你就讲了，你就讲了，因为嘛，哈、啊，我说罢免来尊重你这个，副院长交代这个朝野要和谐哈、啊，等一下还要吃饭呢、欸，哈、啊，哎、啊，还喝个春酒哈，补、啊、蓄一下春酒，哎，那就要讲了哈、啊，那这个这一届是最严重的，来喽，2000几案。苏兵靠掉个省900几个，你看有严重吗？这个都严重。哦，那900多个案的时候，那时候在朝野乡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做个决议，就是讲哈，这个3个月来最不幸的，就是就自动通过。那、啊、然后那个没有，那国栋签不起，没签不起，签不起，他非常不安，半夜来找我，早上要找，用袂使，我叫王义马来西亚。啊、哦，我们党当会要马来西亚，那整个各地简直各地赔款，你们这个3个月也没有审查啊，就自动生效。所以后来王义明也打电话给我，我都知道，我这个过程我是还原过程。院长觉得很有啊，那做紧急联络院长，还有这种重新朝野协商，那种签本遵守的，因为先读过了，对吧？那个该就顶冲哈、哦，不是那时候坦白讲，我们没有用复议案处理的。我们用一个结案，我要从结案就处理掉了。照道理，因为先如果这个要用副议案来处理，我们那时候大概有，包括后来也找各党都来嘛，不是？然后那是建立的，那我都监督，哦，无损于立法院的监督权。我、哦、这个一定要先建立。
立法院的监督权，假如我们是矮化的话，我想我们当立法委员，不管是我是党鞭的，我干嘛我有失责啊？这是道德原则，对不？哦，权力分立原则嘛，不能自由矮化。我们要讨论有没有损于立法院监督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增加立法院的效率，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刚才院长所谈的很有道理，委员会中心主义，就大家都朗朗上口。我看你委员中心主义是什么的，怎么搞法？那在你主席台啊什么的，我们再看你们怎么搞啊。委员中心主义，那既然是委员中心主义，那我回到委员会来处理吧。哦，这个是大概要福音这个理念，增加立法效率，无损于立法权，委员中心主义，在这三个逻辑以下，这核心价值底下，我们来探讨这个事情。那还有它的历史的因缘性啊，政党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以及男女对立的问题，另外一个核心性的问题，另外那从讲起程序，那程序哈，那么背啊，所以讲完以后，我们就改在曹宇翔重新签就今天大家手上这一张，你从三个月来对，因为这本来哈委员会本来啊，动不动刘毅交两个造的不一样，啊你分法务部，我分司法院，啊到时伊就不该摆，啊你变怎？啊，执政党当然负责，啊一定是党纲拜托。但你们执政的时候，为了这个，你们常常我帮常常帮你们解套了。我们造的不帮你排，还要碰到某些，包括碰到李淑芬，大条我都该管，一个应会嘛该救来，对吧？啊，有人不同的个性是，没有。然后我到那排了到院会报告事项，要不然退回，其中被从解回又被刷了。很多个别委员有不同的坚持的看法，所以我们基本上当招委，那我们在的时候，我嘛帮人到处理工，我干嘛讲这个不像艺术啊？啊，就看处理掉这些预算，为确定性这么高，总统已经公告，数字已经出来，嗯，啊，到这底下各底下写没写没，哦，然后到年底快要结束以后，要结束前各部会做级别，你拜托，哦啊，人民哇，是哦哇，就叫我招委按网国民党招委，等下算来算去，结果。有的吼，全部信嘛有，我无处理嘛有，所以，哎，两边拢有吼。阮即种的时阵吼，阮即种的时阵吼，坦白讲，这种酸甜苦辣，我是非常刻骨铭心。大家都去拜托，各界还有一个无党籍人民嘛，爱去拜托，各亲民都蛮爱拜托，哦，是，但是呢，我们都要追求圆满和解，哈、哦。所以呢，今天回头今天是很坦白讲，我说主张后来。廖总召你回去谈一下，有意见我们正式开朝野箱，把这个事情大家有一个共识来解决啊。这个共识来解决，我们面对现在现况，立功盖我得个盖啊，往后跟我们弄拜拜，赵委员不限制啊，赵委面对问这种该回去啊，怎么来啊？九百几案啊，哦，较早搁整整两百几案啊，搁较早无一百案。啊，起码有史以来，包括同意通知两千几案，书面靠掉个九百几案，九百几哦哦，哎，你也想看卖？立法院哈，那会期是有限的。我们常常要审查，像什么司法改革、年金改革，什么总重大法案、同意权行使法定的一大堆啊。各位想一想，只要我们所有的立法院大部分的时间在处理包括同意通知，其实九百多个案子，呵。九百多个案子分到比较多的委员会是一百多个案子，两百多个案子，哇！这边要怎么？这边要处理？不，嘿，报告是办的报告，我去拜，我最早我要去拜百几枚，去拜的，来，八号同意通知，你们要不要吞下去？喏，这个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啊，很多。那立法院有时候坦白讲，我在这这么久，有时候招委排案子失败十几、二十几，那种夹带小案子要偷渡的一大堆啊，所以我很反对，就是说委员会审查法案失败整个月案，嚯，我通通去追啊，案子报告案子，那些报告，那些报告，根本没有办法 focus。各位立法院的监督权，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应该重新来谈国会改造这一部分，也要好好来论一下了。国会的议事效率是怎么样？这一块是不是要面对了？应该都要面对的时刻嘛。国会议事效率，那我们拜托大家哈，这预算哦，当然说每一个立法院审查前的，我想常常讲我们今天重返执政，我们的人的意见他变白人较多，哎，我们的提案他一半拢民众的提案，啊，这是大事啊，啊，这未来想讲的，想讲讲你怎么可以妨碍我立委亲自执政？这大概要讲永久几个基本的看法，从这个事情才能够逐渐的能够合理化。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要如何让它合理化，以及这个简化，然后简化程序哈，包括增加立法议事效益。我们重大事项法案太多了，违宪的中心主义。第一个，这牵头完全没有损及立法院的监督权，因为本来就是准备放水的啊，大家两百人做一摆来，二十人做一摆来。哦，所以我拜托各位，当下回到到这里，我把讲这讲透。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困扰大家很久，所以长来也是莫一休，所以都在想，所以才有上次那个行为，就是说朝野协商结论。啊，今嘛就是讲哦，回到主计处来拜访了，你讲啊，这边怎？总共是960个，一案一文就960个文进来立法院，拢写几年哦？到程序委员个写个宴会，宴会个高了，从初一到个写等来个宴会个初一礼拜，这写的刚停哦。这写的刚刚停的时间性，叫政治工程很大，因为有案故意刚才报告事项就重叠了，啊，对吧？啊，那么退回啊，退回排序改标款，然后个论几百，个退回再论啊，好，不要紧啦，因为退回嘛，程序无个叫后来标款就无去哦，吼，但是大家拢买避免嘛，是不是呢？咱讲买啦，大家拢买避免嘛，吼，所以今晚我。回到最后，我要谈一个问题，就是讲程序性的问题哦，那来整形主义来情况买了，核建议问题不再谈了，程序性的问题啊，是不是？那还有900多个案，一案一文，900多个文，一案一案报告交下去，或是一个啊、哦、单位，你所谓一个单位就是说，我们有二级机关、三级机关，还有总统府，还有三级机关以下，还有很多单位。所以当这样统一起来，有111个单位。接着、哦、到单位来的话，有110个单位。因为警政署底下也有什么啊？警政署底下也有警察局，所以单位有110个单位。那起码讲总统头像，因为文来是来文的时候是以机关别哈、哦、单位以单位别的后来，那有110个文，还是一案一文？我们先谈清楚。哦，这就是没有处理，主席，等一下，主席处没有办法处理啊，今晚没来，没有，我现在讲就简单，啊，今晚讲总个单，今晚龙洞搞到960几个案了，963了，好，总共要963个文到立法院来拜托的，有刑大姐，啊，这个额一拜，个交下个额登来个额一拜，900多个案了，还是以单位，但以部会更好，哦，部会二级机关，哦，部会是一个。那个文就环保署来结文，好、哦，啊，环保部来结文，哦，爱农农 Q 里来对，我们先谈这个东西，以部会、以单位、以一案一文，先这个先来。以前是什么？要给你尊重，以前无法多，唔是全部这样爆量嘛，对吧？啊，这姐告姐姐念一嘛，念嘛一念，念嘛就跟你大家嘛无咧听啊，这先处理啦哈，第二。我们谈刚才讲委员中心主义啊、哦，那立法院的议事效率又无损于我们监督权，直接到委员会去就好。要不要走这个程序？一来宴会来一个程序委员挂合过来宴会报告事项，搁阁落去，搁交落去，按个个执行，重调搁来个落退阁，搁再还原，然后到宴会来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要此时此刻要好好谈一下。如果把这个程序上面哈，那落实到委员会中心主义，就他只是来宴会，宴会就直接给委员会去了，那委员会就去处理，那委员会自己去处理，啊，那这个和以前就会不一样，有，起码共有个简化程序哦，要简化面对这问题，两个问题啦，第一个来文的时候是一案一文，一个单位一文，或是二级机关就一个文，我们先跟我讲。我这样要跟你讲，我无到时那个避免。今天有没有讲这？第二就是讲，这程序上要不要直接让委员会来处理？我们就回到这里。我也不会急想讲这个东西，知道有切身之痛。哎，你按照正按照人家讲，我们姐姐讲，进行都是无讲什么2000几元。好了，我想这样子的啊、哦。这个200几元就突破了。这个李文忠当时的案子是。院会没有交付给他，他自己在委员会排啦。但是我们这个结论哈，这个就是那一次院务汇报的结论的，就是说还是要院会交下去啦。但
要不要赌而已啦，哈、嗯哦，只是这样子啦，因为赌哈、哦，只是、增加这个赌的量而已啦，哦，我们只是做这样的调整，其实还是宴会交办啦，哈、哦，所以这个跟李文忠的当时的样态是有一点不一样啦，哦，那我当然是希望是不能违背议事规则，所以啊、我特别也请。啊，高富密他当时是议事处长啦、啊，还有法制局，说这个有没有违反议事规则？他们一致都说这个没有违反议事规则，因为这个本来院内就三读通过，那我们基本上还是院会交办哦，不是委员会的招委自己来排啦，还是要院会，他还是要文来，而不是他主动排哦，所以。我们还是宴会交办呐、啊，啊，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这只是把赌的时间扣掉，因为大家不杯葛了。既然不杯葛，赌就没有意义嘛。好，来，来那个叶叶，张市长，我讲一下哈，请那个其他国民党、时代力量跟亲民党想一下哈。我讲就实务了哈，请大家思考一下。刚才院长讲的第一项。就是议事效率跟议事人员的负担，我们有必要在那里真的？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议场里面只有轮值的一两个啦，其他就是只有议事人员很辛苦的在那里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有意义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这样子，委员会我回到委员会中心主义，我们。很明白的这样讲了哈，我在意的其实除了议事人员的辛苦在意以外哈，这个坦白说可能在意的人没有那么多了，我要很坦白的讲。可是立法院要不要自我矮化，要不要委员会中心主义，要不要监督权，大家在讨论哦。这样下去真的就比较有监督嘛？我很坦白的讲，现实的现象。现在我们这么多的在各委员会哦，这么多的冻结案，不是解冻，是冻结案。为什么？我们希望冻结一些，让各部会可以提出书面的报告，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希望甚至只有委员个人，可能他个人的有一些意见，或者地方有一些意见。冻结一些，留下时间空间，让行政部门去给委员做说明了解。所以通常不分朝野，冻结案大家都觉得没啥要紧，通通让他过，通通让他成案。大家都不是第一届当立委，应该很清楚的了解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假设我们这样下去，那么。执政党，我都讲白话，直接了当这样讲，执政党就会有很大的压力。什么压力？因为挚爱难行啊，因为预算没有办法执行啊，所以呢，恐怕就会压缩让冻结案成案的空间。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真的会存在的现实。所以可能以后将来在委员会。执政党的委员就会受到这样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对我们的监督权反而不利？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请各位要三思了哈。我很务实的就这样来讲哈，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嗯，这个议啊啊，有民要不要表？是不是议事处来也来说明一下？如果国民党党团很坚持，我们也不反对啦。反正只是多一个赌而已啦。好、哦、啊，来来来，说明一下，来来，不好、啊、来。院长、各位党鞭，报告这个问题的那个情况了哈。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是87年的10月份，我们修了预算法全文修正啊，那所以有了第52条，所谓的第一项，就是说附条件或期限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一般在所有的项目的叫做通案决议，
那在各单位的预算叫做主决议，好，那里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冻结预算，需要书面报告或者专案报告，那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哈。那因为是从1988年开始哈，那所以有经过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好，那在第六届，刚刚那个王委员有提到的，就是1994年的5月那一个协商，在那个之前，我们的实务上是有些委员会他那个机关来文他就处理掉了，好，那有些委员有一些是送到院会来，再由院会交哈，那因此会有第六届那样一个状况哈。那我要说明第一点就是说，就是因为这种所谓解冻报告的这种程序，在我们法规上面一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好，所以才会发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第二个我要说明的是说，当时1994年的时候，是由亲民党党团认为就是说，哎，没有交付，那你不能够去那个。可是亲民党党团当时也赞成说是要交付的，好，那可是就是说那个会议是无效的哈。那经过协商以后，做了三点决议啦，好，第一点决议是说要交付，那第二点决议是说在所有交付，包括程序委员会在院会程序，大家都不背个。第三个是说，至于原来委员会已经先开会的那一部分，那就由委员会自己去认定要不要重新再开一次。那最后委员会根据这个结论，他们在处理的时候是直接认可前一次的会议的结果。好，这是我第二个要说明的。那第三个要说明说，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当时因为当时我在法制局服务，好，我没有在议事处。我在法制局服务的时候，我们跟预算中心跟法制局共同研究啊，当时大概提出两个意见啦。第一个意见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大家可以协商可以决定的，如果要简化程序，由委员会就自己来处理，这个理论上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大家的共识是说要由院会交付，那就由院会来交付，那因此会有那个协商的结论的这个结果。可是我们要看那个协商结论本身一直是针对那个个案啊，当然后来的议事例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那最后我要说明的，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106年的预算的案子本身有那个决议说三个月内排，那我们的那个委员会的工作同仁提出来说，哎，那这样子是不是还需要经过院会，那经过大家的讨论，大家的想法是说，如果要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如果是要这个在效率上提升的话，所以我们才会就是认为说，哎，那这一次应该可以认为他有授权的规定，那让他基本上来处理。那还有一点我要报告的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从1994年开始，各每一年，哈，在处理这些预算解冻的事项的时候，几乎在每个会期的末，大概大家都要拜托说，哎，那你在程序上不要背个。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基本上现在大概背个的也很少。第二个，即使是回来的，院会也不会去对委员会所处理的结果，不管是他同意解冻，还是有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或者完全不同意，院会基本上也不会再去处理那个实质的内容。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尊重委员会的。好，因此我最后要报告的是说，这件事情我们第九届是不是需要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要维持原来的做法，这个事情是可以协商可以决定的。以上报告。都来来，我们的反对啦，反对说不读，然后也反对包裹，就是以委员会然后把它包裹这样子交付了哈，我们当然认为一定要交付，要由正常程序哈，程序委员会到院会，然后交付委员会，哦啊，理由很简单嘛，这个第一个是议事规则嘛，第二个是惯例嘛，啊，惯例就在这个案例里面嘛哈，也有惯例了哈，然后也有议事规则上面的那个精神哈，因为我们这些提的冻结案哈，大部分都是当时党团在院会的时候提出来的，所以提出来的这些案子是在院会提的，党团名义提的，所以当然要回到党团来处理。好，这个是权力来源跟要解决这个要解除这个权力限制，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样。即使你那议事规则里面没有写清楚，
院会提出了，当然叫院会程序，然后才会交付委员会。那我们也承诺绝对不会在这个交付的时候哈，读这些议案，然后交付的时候做杯葛哈。那当然我们也要回应一下哦，刚刚柯总召也好，或是叶委员哈，都有提到了议事效率的这个问题。议事效率的问题哦，有很多的因素了哈。那我们也作为一个在野党哈，我们现在是少数的在野党，也不想说每一次都提很多案子，然后来杯葛，让他不能通过。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原意，所以这个是要互相啦，大家互相啦。你如果在委员会，让我们都完全没空间，那我们就只剩下这个方法。好，那你有那个多数暴力，那我有无限提案嘛，就是这样子嘛，公开免的都是安内啦。好，那你就读吧，慢慢读吧。好啊，900个哈啊 ，cake 啦啊，将来有可能2000个、3000个哦，啊，无多啊。这是互相的啦，也不是我们真的希望这样子哈。因为上一个会期哈，啊，有很多法案哦，完全没有让那个在野党完全没空间了哈，连发言、连修改文字、修改标点符号的空间都没有哈。啊，一定要用多数表决啊。如果一直委员会这样处理，那院会保证一定会为这个结果嘛。啊，我们只剩下这个武器，剩下这个权力而已。但是协商，大家可以来协商。所以最后我就是还是读嘛，好啊，我们不会去杯葛，让他赶快交付，也希望在3个月内都可以处理完。好，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院长，我想大家都听到了啦，哈，国民党刚有说他们不杯葛嘛，哈，所以我想我们亲民党还是一本初衷，哈，我们还是希望哈，我们94年的那个时候的见解，还是就照这样继续下去。而且也刚刚我们叶委员也说了，要体恤我们这些议事人员的辛苦嘛，哈，所以以后这个24小时不断电的这个提议哈，忙个讲啊，哈，安尼都唔是讲咧在体谅咱这议事人员的辛苦啦，哈。好，以上谢谢。我想，如果那样做，不止议事人员辛苦了，院长、副院长，好，你知道，也要坐在那里哈。因为我想，我们106年1月16号那个协商哈，所谓各委员会于开议日后3个月内排案审查，是不是能视同交付哈？我想还是有点争议了，好，所以交付的程序还是要有啊。只是我想询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交付又不读，那 有办法这样做吗？不，我只是我对了，我只问技术，对，我只问技术上可能也会，因为你还是留有反对空间嘛，好，虽然大家都承诺，好，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按照程序走会比较好。好，好了，既然这样子啊，哦，好来。我想刚刚这个议事人员哦，其实有解释整个的来龙去脉哦。那最后我想要做出提醒哦，因为这个是朝野协商做过的结论，而且7、8届到第9届都是这样子执行的，所以未来不应该再出现有议事人员进行就是认定，然后就可以改变这样朝野协商的结论出来，不宜也不可。如果是要改变任何的做法，这是过去朝野协商，而且已经延续2届是这样做法的，不可以凭事议事人员的决定就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就更改。这次是因为我们有发现，如果没有发现，各委员会都交付下去了。我觉得这样的实力不可开了。我想今天也是朝野协商，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拜托，好，这个以后这样的情况不要再出现。所谓朝野协商，哈，朝野协商说。劳基法修正，大家拢就抓，因为先如果不可占领主义台，国民党占领主义台，这个朝野协商，我们已经讲好自动生效，你有意见我们就改，也是隔一天我们要朝野，推翻朝野相结论，啊，这个是大家来面对现实来谈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我怎样弄怎么样，我们并没有什么所谓都是暴力，哪你在讲就是不让谈场，其他透过表决案子都是多少，我们哈，从我。20几年来哈，从在执政到在哈，都是不要管百几百成功的啦。哎呀，不要几百失败的，全部归罪在这里，都是国会，都是暴力啊！我那党讲话持平而论的哈，面对整个到底现在
你讲你讲，刚才已经讲有道理啊。啊，这么哪会从两千几个？你讲后边要从几千个？那这危险就大家啊避免封杀嘛。那大家拢，我其他是大家拢互相，啊，起来愈来嘛，该人数者，啊，落互相，但互相吼，你咪袂袂用互相变成一个欺压性的工具嘛。嗯。啊，条嘛要尊重，你讲发改就改，迄嘛是已经是人好。要我用用钱要因为先如给花盖了个盖，这个才这个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说不是说今天委员不是在职等的问题，我们要面对核心事项嘛。第一个委员中心主义，第二个立委的意识效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最三位就是有没有损及立委的监督权？没有，根本没有嘛。你自己不是自己啦，内传新闻败啊。大家面对国会改革的时候，大家想思考一个问题：我在野党准备安怎就安怎。大家先想看卖，因为我拄仔讲的，就是讲这个刚才那个我们副秘书长讲过，一创五十二条之一第一项修正的时候，那时候有条件及限期。为了这个东西哈，事实上行政立法有争辩的哦，也是有争辩的哦。你它变成就是说法定外的决议嘛，当初就有争辩的。然后一创审查两次哈，这样搞审查两次，没有创设另外一个新的一创审查程序，这大完事件是认为不对的。那我的差别，那么所以大家都那对立法权的扩张以及保护，我们都是同样的立场，不讲话清楚。那我今天这搞爆归案哈，有没有算三个月里面哈？那程序上就能够处理，因为报告拜人报告法做，所以大家爱小心看麦。我刚才讲到，你起码是两千几人去刷个，是书面哦，哈。说到是900空6，那空啊是要谈的是一案一文，还是一个单位一文，还是这个要先解决，然后程序上如何简化？嘿嘞，那是爱讲啦。这里各位党团都在这儿啦啊、哦，是不是？是不是我来能够做一个折中啦啊、哦？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精神，就是还是要读啊、哦，这个精神我们把它维持了哈、哦，因为毕竟啊、哦、这个案子太多，而且每一个案子，有些只是啊5万块、10万块都要自己啊、哦、一个单位，然后个别、啊、这里面还有没有送我公租门口啊？提案那不要凉了，能不能这样子的啊、哦？那个廖总召跟王干事长是不是能这样子的啊、哦？就是说我们啊还是要经过读啦啊、哦，我们还是要啊由预算解冻相关的决议案。还是要列入我们院会的报告事项，然后院会决定后再移文相关委员会处理，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接受了。但是刚才柯总召讲的，不要我们能不能一文多案呢、啊？就是说他一个文来可以有几个案子，不是一文，我们规定他只是一个案子，因为假设是一个单位，对一个部会，假设我啊对。假设我警政署、哦、我有啊20个解冻案，我当然只有一文来就好啊。我有20个，我当然啊，当然，但是说他一文多案可以啦，我们应该可以接受这样子。如果你不接受，连这个都不接受，嘿啦啊、哦，所以还是有一文多案的。警政署是按照廉政部底下，廉政部举报拢来啊，来定了。对嘿啦，就是一文可以多案了啊。那当然，他们委员会处理之后，哦，那当然就是同意备文，检护意识的就回复各机关啦、啊。当然是这样子，你到院会来一点意义都没有嘛。那这样就符合大家的程序啦，好不好？好、哦，我练一下看你们。院长，我要厘清你。嘿，那我们要一文多案可以吗？这个文是以单位，行政署是一个单位，行政警察局是一个单位。对，哦、这个大家可以讨论的啊。哦看是二级机关，二级机关的议文，还是三级机关的议文？我们二级机关，他刚才讲是说三级就100多案了。好、哦，啊，不，议文多案，就是说他至少议文来可以有几个案嘛？对，我差嘛，是的。嘿啦，那议文多案嘛，用部位来买菜、啊，我看就不要。只要机关他们审议过，你回院会只是院会函复而已，意思都一样了。对，但是
但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一个程序的问题。既然他今天来，他是行文给立法院，立法院交付程序委员会，然后列报告事项，一案一案列到院会，由院会议决之后，不是一样，就是可以一文多案，就是那一个案子啦，那一个文来的案子啦。院会还是得要因为解冻案委员提案是一案一案提的，当然是一案一案列啊。我刚刚讲的是说，刚刚院长意思是说，他一个文来哦，我都是劳动部，我劳动部总共也多少案要求这个解冻送报告，对，文是这样子哦，但是列进去我们的报告事项是要一案一案列上去啊，不可能说什么我劳动部什么共什么五十案，没有这样子列的啦，没有这样列法的。不是，对，反正在院会里面一案一案，劳动部有五十案，就是五十案一案一案列出来，这个就是报告事项，过去都是这样子哈。不会，我想这个都是必要的过程啦。那然后这个之后呢，就是交付委员会嘛，委员会审议完毕之后，委员会审查完毕之后的结论，当然要跟院会报告啊，不然呢就没有了。这样很奇怪吧？因为程序好像走一半，这个要不要请华智吉来说明一下？就委员会审查之后，好、我们是不是委员会啊？就是检附议事入就回复各机关，还是要回到院会有没有违反议事规则？来，没关系，我们就依照议事规则来了。就是两类嘛，一个是书面的，你现在是解决书面的，还是专案报告啊？这个都可以来谈，不一样，好，没关系。书面它干单嘛，就是按照你刚才讲的，但是专案报告得进入。专案报告你觉得专案报告还是要回院会？案啊，说明一下来。就要排案、啊。好，不然我们两个也可以分开了，不能打红亏。好，来，可以简化的我们简化，好，但是你来程序的，那这样就减少很多案子啦。好啦，来说明一下。那院长、秘书长，还各位党团、各委员哈、那个法制局这边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有关这个预算哈，就是说刚刚如果说是这个解冻案哈，这个院会哈就是交给委员会审查，那审查完之后，这个是我提到这个院会，我想这个协商哈，可以按照我们大法官会议解释342号解释哦，因为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法律都是由这个立法院来制定的，所以说这一次协商哦可以这个因为。案子太多，所以说用这种方式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可以的。以往我们按照这个报告事项的报告的话，都是议事规则第23条的规定的报告。那这一次如果说各位党团有共识的话，也可以做这个协商，这个是没有违反其他的一个规定。我们可以做今年度的就可以吗？明年度就是明年度嘛。本次的就只有因为这解决量多的问题嘛，可以做这个协商。量，请问。我们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决议，它的意义在哪里？节省了多少时间？可不可以请幕僚单位讲一下？因为按照道理来讲，就是说行政，我们刚刚前面还是在讲哦，行政立法各有各的职权，我们现在是在监督行政院，所以它必须来文是函给我们立法院。对，没有，对不对？我们立法院就要走我们的程序，经由程序委员会上到院会，院会交付委员会。委员会处理，委员会是受理院会的交付哦。那今天委员会处理完毕之后，为什么不用再回到院会，然后再同意由立法院再回各单位？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觉得完整的程序啊。那你如果今天，我不晓得大家一直在说什么900案会浪费很多时间啊，会增加很多什么行政成本啊？到底增加多少成本？因为一次的便宜形式，你创下这样的一个惯例之后。以后后面的人，我们这次如果做了这样的超越，以后人怎么回来看待你自己在程序上面的不完备？这个就是为了900，效率有问题，看待不是效率的问题，会节省多少时间，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由委员会行文回去跟又回到院会，由委员会行文回去跟又回到院会，由院会这边再回复行政院，请问节省多少时间？节省多少时间呢、啊？可不可以讲一下？是节省一天、两天，还是一个礼拜还是要一个月？一个月值得来讨论嘛？如果不是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改变本身，我觉得要讲出一个很有力的代价。如果说今天是因为行政耗费太多时间，那也要讲到底耗费了多少的时间啊？这个如果是一案一案交付了哦，
委员会就要一案一案审查。比如说警政署他的案子有十个解冻案，他就要十次来。哦，那啊，所以我们就是同意嘛，同意一文多案嘛的，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嘛，就是说警政署他有十个解冻案，他只要一个文，他就一次来解冻这些案嘛。一文多案哈，好来来来，一文多案是以单位或是不会，二级机关一文来就可以了。你叫伊改，廉政部规个拢包拢来买晒啊，啊。这个一文多案，这个不属于立法院监督了。一文多案我们是支持的，但是一文多案你要分书面跟专案啊。哦，专案那立完审查程序，我们再等一下还要讨论一下。有，要不就是用包的啊。那专案是没有包裹的。不，专案他还是要到现场啊，接受执行啊，还是要。但是书面。他就书面来，只要委员会通过就可以了，嘿呐。所以什么叫一案一案来？所以不专案，专案如果一案一案来也是很麻烦哦。他要来报告十次的专案，还是一次专案里面可以把所有的冻结案一次做报告？跟院长报告了。过去跟委员会审查，审查过去各委员会在处理这个解冻案，一定是今天排劳动部。劳动部的几乎只要院会那边没有被挡下来的案子，全部下来可能是五十案，就会排啊，对对对对，如果是这样子就对了啦，啊，那拜口才能。所以我就不懂，今天一直在讲说什么900案，所以因此怎样怎样，所以要跳过一些程序。好了，有一点进展了啦哈，有一点进展了哈，没有关系，好。好，有一点进展了，但是我讲一下啊，那专案假设专案他报告过了。他委员会专案大家也质询过了，送到院会了，结果院会又有意见。不会了，不能有意见，因为这个这样说好哦，这样说好哦。不会，这个院会也没有权利来，因为已经三读解冻案授权给委员会来解冻了，所以院会不能有意见，是委员会的权责了，他只是报院会而已的，对啦，对啦。好，那这样如果对了，没有关系。如果国民党党团觉得哦，可以这样就对了。刚才王委员讲的就对，就是说我一个部，但是我的解冻案他来做专案报告是可以解冻过去好几个冻结案。好，那这样就 OK 了啦。好，那这样就 OK 了啦，就是以部为单位，那就 OK， 那这样就 OK 了。好，那这样就 OK 了。好，那就照这样子吧。哈，那就这样子，以部啦，以部为单位了。没关系啦，这样就一步。哦，那这样就理清了就很好了。行。哦，这把给你再不告报归案的，不要都处理。以前都这样子做啊，以前委员会招委都这样子做啊，好不好？所以就是还是要维持原来。你跟我来来来，我叫我听众 review 一下哈。来，一案多文没有意见吧？就一案多文。一案多文最好还是看一下那个量。一文多案，没有照刚才。一文多案，一案一文多案。一文多案，一文来，一文多案以部为单位。有，我的认知。我们一文多案以部为单位，哎，有来就丢了。每一样都要。一个轻轻松重再来，这是拜高一样会啊。一文多案以部为，大家无意见哈，再讲讲来哈。高老弟，就授权委员会去处理。那委员会怎么审查？委员会招委工，我们这个劳动部委员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都有很多不一样，劳动部拜来。我答案就摆个白的，你有意见吗？要程序，有程照程序来啊。我因为一次来排几案都没有。啊，去拜拜贵啊，是那个委员会自己处理啊。我去拜，稍微拜拜个在啊，侬最快轻轻的来。哦，阿廖最快起来，你看，起来伊侬最快起来。我觉得有道理啦，那就这样子。不不，该不要管了，我告两个去，一头新查个，从来不好意思拍拍东边。不，那这样子 OK 啦。我觉得哈，如果说党团之间大家有一个共识啊，不是一案一案一个一个来，那这样就 OK 了啦。就是一个好劳动部，你有一文多案了，十个冻结案，但是读是没案读 ，OK 啦，我们就读啦，就照你们的意思啦。但是到委员会。他可以一次用部会的可以解冻
说明多项的解冻案了啊 ，OK 了，这样就 OK 了。那怎样？那好，这样对了，这样就 OK。既然他，任何既然他，不要紧。嘿，那还不要紧，那不要紧。控制时间啊，好不好？那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案哈，我看了不是那么多了。比如说，国发会才34个案，最多的是。这个经济部才87个案的，不是那么多。那80几个案，顶多是这个要处理报告就把它完结掉了，好了，可以了，那就照这个照国民党党团的这个意见来办理。OK， 好，那就很清楚哦哈，我们这个要讲清楚哦哈。第一个，这个还是由院会要经过赌的程序，而且是每一案都赌。那授权到委员会之后，召委得以不哦，以多案的方式来进行解冻案的处理，阿内娜，哦，就是这样子嘛。好，那就这样子。好 ，OK， 那哦，那这样就好。那12点我们可以吃饭了。那今天大家都有结论。以前都是这样哈。好，那就这样子处理。写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再签。哦，写一下，阿甲不跟陈大来签吗啦？来，这边签了。哎呀，来，甲鹏要他签哈，我们现在往，我们哈、哦，好，来。